不起，继续开会，请李议员长身质询，时间四十五分钟，议员请。咱大会主席、唐议长、陈市长、咱副市长、国会内咱市委官员、咱议会所有同仁、咱记者嘞、先生小姐，大家好，本席嘞李中生，请多多指教。首先呢，第一个议题呢，就是呢有关的呢，咱全民的健康，甲咱市里朋友的关系，就是即卖新政府呢有拍算嘞，讲挡袂掉啊，要按呢外国进口嘞，即、这个有所征的猪肉，这是呢非常不可的代志。现在呢，现在市面上呢有一本册，这是呢会使讲呢遐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呢的医生甲遐社会人士呢所印的，而做呢瘦肉精甲癌症的前世今生，就是前因后果就对了啦。这个施伟寿医师是咱消基会的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现在呢是咱精神科的职业医师，伊有讲，也有研究出来，讲咱体内呢，咱每一个人的体内拢总有癌细胞，是无爆发、无转移尔。啊，即卖呢，那瘦肉精食着瘦肉精呢，会让咱体内癌细胞呢发展呢。变做癌症，啊，所以咧，唔通咧食有瘦肉精的食品，啊，猪肉，要进口的猪肉就是有瘦肉精，所以咧，这对咱个人的健康，会使讲咧危害非常的大。瘦肉精咧，会使讲咧有一个学名，叫做微型肾上腺受体素，等于瘦肉精，啊，这个物件咧。在咱美国哦，田纳西州哦，环德比尔大学哦，有十位的专家，哦，有做一个实验，主要呢，把鸟鼠啊的骨肉嘞，注入为这个微型肾上腺受体素呢，就是瘦肉精嘞，伊的乳癌细胞就会加速嘞，移转到骨头，啊，让鸟鼠啊呢，变成癌症的患者，癌症末期的患者，所以这有实验出来，非常严重的代志就对了。啊，所以咧，咱讲要让瘦肉精食了咱的木豆了，咱的瘦肉精咧开始咧，会按那个炎花组织哦，进入血液循环到其他的部位，这拢总有研究、有根据的，并不是讲市民讲的，讲无一定会安怎。啊，所以咧。这个东西呢，咱高雄市政府呢，决定要重视，决定呢，要把咱百姓的心声，当后呢，中央知，要极力的反对，吼、哦。啊，尤其呢，会使讲呢，咱高雄市，市底的朋友呢，也是很多，有558个猪场，有差不多300,000头，一冬呢，会产值了差不多40亿。差不多40亿，所以呢，有真侪人呢，靠咱市里的生活，啊，咱食猪肉嘛，食家己饲的，嘛较安心就对了。所以呢，有这两种原因，希望讲呢，咱大家市府也好，议会也好，所有民众也好，拢爱支持的，唔通让瘦肉精的猪肉嘞进口去台湾。请过去嘞。会使讲呢，为着这个代志吼，真侪咱贵党、咱在野党、过去的在野党，就是咱民进党，的管市长吼，啊为着正义，啊为着嘞百姓的健康，为着嘞咱百姓的权益、低农的权益嘞，伫拍拼，请播放影音档。
十位台南市议员亲自站上火线，对瘦肉精培林说不。民进党执政的云嘉南、高屏五个县市首长也发出联合声明，呼吁禁用瘦肉精，拒吃毒猪牛。那如果说为了当总统，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作为交换的条件，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啊。高雄市政府，我们跟其他县市，那我们大家都是反对。杨树通他们已经在串联，在酝酿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有一点像诈骗集团哈。马政府不应该再强行来忽略掉国人的健康。我们希望第三次的整个美牛资讯会议，希望是公开，而且是全程录音录影。咱发动全国的老百姓，咱大家表示一定要站在维护国民健康立场。瘦肉精你解除。可能有很多人会因为这样来走路，所以呢，住的瘦肉精那个业界完全愿意切结，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民主进步党面对国人的健康是没有颜色的，是不分党派的。嘉义县羊猪户协会里，监事和干部放下手边工作，拉起白布条抗议，坚决反对政府开放使用瘦肉精。政治家吼，唔通讲随便呢妥协落去。你要妥协，就变些都无法都出来啊！我想立法院，我们也会联络几位委员来发动这个倒戈。那如果马英九就像现在这样呢，要求说我要开放呢，你会怎么做？你会辞职？我想这个辞职以明志，敢不敢承诺嘛？这个在我的任期里面绝对不会开放。民进党2012年面对开放美牛问题，要求瘦肉精零检出。当时为了阻挡有瘦肉精的美牛进口，民进党立委还睡在立法院抗议。不过，准总统蔡英文去年面对美猪开放问题，2012年这个 Codex 有这个国际标准出现，所以在2012年的7月，民进党中央也对外说明说我们会参考国际标准。在那个之前确实是没有国际标准，因此我们的党团采取的是一个零检出的态度。到底美国猪猪会不会来台，小英都没说清楚。精准农委会主委却说，我们有那种能耐能完全不接受。大家都看到齁，这段影片齁，这段影片过去民进党贵党在野村说为着要保护着咱国民的健康，保护着咱这市场朋友的权益，说不能进口有瘦肉精的猪肉去卖，啊，结果呢？现在呢？煞讲挡不住啊，想要进口，这变成咱现在换一个位置，换一个脑袋了。其实事情吼，跟做人同款，重要的是诚意、信用、诚恳度，并不是讲一套做一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呢，本席呢，伫遮呼吁，请高雄市政府所有的官员、市长包括副市长、所有的官员、相关的官员，决定呢，要全力呢来反对这个有瘦肉精的猪肉的进口，来害着呢咱全国百姓的健康。还有其呢，咱这市里边的管理嘛是要顾，根据这两点理由。到底安尼做啊？所以呢，经过这个问题呢，市里边也好，还是市民也好，我拢敢问过，因大家讲对，未使要进口去卖。决定呢，咱地方呢，爱把这个意思呢，表扬中央知影，决定要站出来，未使安尼做阵。因为咱农业局、农业局长、副局长，你是咱高雄市哦的农业单位，请你表示一个看法甲做法。请局长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李议员。我想哦，为了安国人的健康，啊，保障安猪农的权益呢，这是安的目标啦，哈。那么，直接要甲李议员报告。那么，伫安顶礼拜六，安的农委会做主委，邀请全国养猪协会，包括安在地高雄养猪协会，安的猪农呢，迄伫日半年有开过会。那么，也有做一个宣誓，就是讲。按今仔日的消，就是讲没有科学也根据以前的啊。还有就是说，按的农业低农便宜。看完个字法得了，好唔好？哦，啊，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吼。按科学类的时候，按当然爱朝着讲，吼，含国际化接轨。但是为了办法，
安在提升安台湾猪农因每一个竞争力，包括讲怎，安一定要生出特色的产品，就是讲安高雄市一直在推动的安的生产力的低啦。啊，所以讲呢，这是连结在一起的啦，吼、哦。啊，所以讲，都这我两个是含你个中央的，我有甲反映过。所以伊较伫安尼做最大条件。我即个你赞成还是反对啊？倒啊，赞成反对。啊，你无是这个无兼顾安国人安全的证啊？安当然是采取反对的，但是伫安有这个科学依据的证啊，安含的猪农是徛做伙的啊。安尼好，请坐啦，反对就对了，嘿啦。啊，请问咱陈市长吼，你对这个代志的看法甲做法？请市长回答。多谢啊，多谢市长，多谢李议员吼。到达为止，咱的国家。对于供猪肉不得检出瘦肉精，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很清楚，这个立场嘛真清楚，到达为止都无这个问题嘛。吼、哦，啊，你是讲未来啊？我想林全院长伊嘛有当时表示这个立场，不要把不是议题的问题，所以你问我假设性，现在我们的国家法令规定很清楚。我们猪肉不得检出瘦肉精，这个立场没有改变。但是长，现在民众的意思是讲，因为咱尤其高雄市，你是高雄市的市长嘛，伊要听讲你的声音，你免，你是暂时的反对，你也暂时反对。我们反对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立场没有变，国家的法令规定也很清楚，不要把假设性的议题。好，我干嘛？你表示你反对就对了哈。谢谢。既然哈，咱的农业局长啊、市长拢反对了哈，咱要有作为，不是干那嘴反对。因为事实呢，这都有根据的哈，这都有人有研究出来哈，对身体有危害，啊，对居民呢，对市里边有的权益呢有受损的，应该呢，咱来站出来反对到底，袂使和咱的百姓的健康噶。市里边的管理呢受到损害哦。第二个地点就是讲最近啊，咱的区公所吼，拢有去国里啊，找里长，吼、哦，去参详讲这个行政区域吼的调整啊。这较早捌讲一遍，啊，即马跟你讲啊，啊，我要请教讲咱的民政局吼，咱的今日局长请教副局长吼。您这个行政区域的调整吼，您是根据什么法令来调整？请他回答、啊。谢谢主席，还要谢谢议员。行政区的一个划分是依照行政院颁布的行政区划法。啊，区划法刚有出来啊。哦，规定不对。哎，对，现在还在审议中。你请坐。既然您行政区的调整。是根据行政院的行政企划法，啊，企划还未出来，您是伫调整安怎呢？您是伫问哪会呢？所以，上头都还未一拿，对不对？啊，恁是造成地方的紧张。即卖现在民众也好，里长也好，对现在行政区域大家拢真满意啦，大家拢真满意，所以维持原状就好啊。啊，搁有。即马啦，中央有甲你调查恁的意思。恁即马调查的意思就是讲，看几个人，啊，几个户，吼、哦，几人几户，几人几户了后，才要来做这个利益调整，唔是安尼尔。土地面积嘛爱计算落，就像产业区啦，产业区土地面积干那一个区尔，都咱高雄市的一半啦。啊，你也知影，你点一个户人尔呢？你钓到一个服务人，你也爱服务地呢？水沟歹，路顶歹，爱路歹，产业道路嘞，啊，加迄个，所以道路歹，迄种你钓爱建议服务呢？所以以后若有要调整，要调整，倒个地因啊考虑嘞，面积来考虑嘞，啊，暂时都是发阿未出来，唔通哦，就等下做迄个工课，啊，发出来个怎，咱发要定安怎嘞？伊唔得爱征来征求咱地方的意思，啊！咱甲反映起哩，啊！定定啊，咱甲来调整，卖当面吼造成困扰啦，是毋是這？这届无可能对唔对？请副局长代我一下。
即马剩两公外尔嘛，啊一公以前都要选举爱出来啊，是咪即届无可能？请副局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还有谢谢议员哈。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讲，刚刚议员讲的是七亿的调整，那是行政区划法，那这部分他目前的草案还没完成立法程序。那刚议员讲的可能是里的调整，对啊，里的调整嘛。那里的调整，我们依据是高雄市里林条编组及调整办法来办理。哎，那至于议员讲的说面积这部分。我认为它都是未来我们调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你现在这个利率的调整不用经过中央吗？是。不过那个中局长跟我说是要经过中央的行政区划法呢？对，那行政区划法就是行政区域调整是要因着依据行政区划法。利不免就对了。利不免，利是我们已经有订定的一个办法规定。啊，现在都听了，现在就跟你这个选举无偌久啊，吼，要调整后个啊调整啦，这是普遍哦民众的声音啦，啊普遍甲这个立场的声音嘛安尼啦，后个啊调，若是有要调整啦，后边啊调整啦，因为这届安尼落吼，民众拢真认同，目前啦，照现上头啦，你看安尼问题无？议员考量的原因包括里民的取喜或这部分我们都会考量啦吼，但是我也向议员来做一个报告。里的大小条，里的大小人口数差距是很大的，有的有四万多人，也有100多人哈、哦，它确实是未来我们要调整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我目前我们因为内政部有一个，行政区还有里的一个界限作业，那高雄市在105年要完成这样一个作业，我们完成这样作业之后，我们才会做一个里邻的一个调整作业。那至于议员讲的这个。面积这些人口数啦、啊，这些我们都会列入我们未来里邻调整的一个主要的调整的决策。你先生，那个陈局长，因为吼、哦，这卖民众的声音跟里长，尤其里长反映上激烈了，讲希望这届吼、哦，慢些调整的啦，若要调整，后加调整啊，是不是讲吼、哦，民众啊安尼认为，啊里长安尼认为，是不是请市长来答复一下？请市长回答。马家多谢里长，多谢李议员。也有很多基层反映说大小里差太多啦、哦、这也是有很多不相关的意见声音、啊、不过大家人的意见市政府会综合来做评估、哦、确实也有不公平的情况大里跟小里天差地、哦啊、所以这个中间是不是说可以大里跟小里大里跟包括小里的就里保持这样、啊、大里包括小里的、啊、就好了那事情解决了吧这个部分我想市政府会严肃去评估啦，吼、哦。大里甲保小里的，哈、啊，小里的，安尼就解决啦，对不对？啊，保持现在里啊，安尼百姓也好，里长也好，都较认同啦，卖讲去造成民乱啦。啊，第三件就是那个灾害准备金的问题，吼、哦。现在灾害准备金哦，到五月呢，到五月底，这五月底我甲主计处讨的资料啦。五月底还到这时哦，吼、哦，拢还未有啥物灾害哦。结果已经用6亿外去啊，已经动资6亿外去啊。啊，这个灾害准备金是救命钱呢，是变作讲有灾害了，路未歹啊，桥歹啊，吼、哦，水沟歹啊，伊修复的呢。啊，过去咱高雄市政府哦，拢甲用伊迄、那个。旧桥改建啊什么道路哦、啊、整修啦、啊、那做预防性灾害那照规定是不可以开一个啊你现在自从这钱开的啊真正的灾害到时候没钱做那、是不对的啊你会知道他说啊如果开了了因为我们现在编有够嘛编有什么100%有够可以向中央争取你要向中央争取就要我们开支哦符合那个规定呢你若是讲防护性的吼、预防性的做伊吼，迄是无符合规定的呢，迄就袂当开啊呢。所以哦，咱开的灾害准备金决定，主计处财政局决定爱把关，唔是一只灾害预防性的土地袂使做，爱袂使讲吼，干那多个月开就开6亿外，啊，即好个在本色真该有特别争取，本来是变6亿外尔，当下变得准，我个争取6亿外变12亿外，啊，若像这较早安尼，唔就开了了啊？对不对？
未使安尼一啦，是毋是请主计处长答复一下？请回答。谢谢议长和谢谢李议员对灾害准备金的关心哈。我想灾害准备金虽然有6亿多，但是至少里面有4亿是抢修抢险的。如果目前都没有灾害发生的话，这一部分是还没有用的哈。那上次会再发生2亿多，其实那是因为赈灾的关系啊，还有一些那个涵盖的部分。好，我想这一部分各机关都知道，有灾害的话才会可以用。这道你有搁开预防性的无？没有，完全照顾。预防性的未使开，你若预防性的无开，真正灾害开开的啦吼，中央会当补助，无限制的。但是你若开的预防性的无合规定的吼，中央就未当补助啊。系啊，所以咱要控制一下，因为台湾产疗药吼，灾害上济啦，全高雄市上济。啊，你哪咧开的开到无钱哦，到时叫天地面，叫着地面啦，对不对？叫阮要哪处理？好唔好？特别注意一下哈，请坐。第四个议题就是野狗的问题，这平常时吼，都真侪乡亲伫反映啊。啊，最近呢，反映结果特别厉害啦。然后安尼家庭啊，千岁也都交代啦，交代本身讲吼，我顶下甲这个代志吼，甲持有督促个好，甲反映个持有知影，关甲这个代志解决啦。狗仔的问题，过去高雄县的时代，拢亲戚对弟弟啊，弟弟啊吼，人相安无事。在方便多在区嘛，在那时候乡嘛，在乡镇嘛，话你也得你啊，人家技术阁袂歹，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根本是要动保处啦，天高皇帝远啦，阿叫来，狗仔走去啦，啊，阵说有伫遐，伊嘛抓袂到啦，技术无够啦，所以这个方法哦，爱改变了啦，做遐久也都无效啊，对不对？啊，现在反应阁足厉害啦，围桥倒摆后去甲跋跋倒啦。啊，会啦，会使时啊，人运动的啦，暗时啊，行路的啦，啊，咱就较热啦。啊，社区哦，卫生哦，用到乱七八糟啦。咱这个叫做宜居城市，5000级的城市，连一个狗的问题都无当解决，对不对？这哦，爱找出办法。真侪民众甲你讲，你建议啦，下放像过去安尼，下放呢，搁古公所，和古公所来处理，就近处理，上较方便，唔通去叫去动保处。哦，抓无，这个事实的啊，这不是一两日啦，这已经这么久啊，抓无嘛，造成困扰啊，是不是这个代志？是不是请农业局长答我一个？请回答。谢谢议长，多谢李议员哦，甲李议员报告哦，最近确实啦吼，伫咱沿海地区甲咱阿联罗德家庭遐无，流浪狗较济哦，这个代志的时候，阮一直咧注意是未对来啊吼，未对来。那么直接甲李议员报告。阮单务市长有指示阮哈吼，就是讲，甲这个咧掠狗的这个业务啦吼，啊，阮两个会当含公所含里长大家合作。那么阮即马初期希望讲诶，工山地区诶，阮来分配3到4个啦。啊，拄则李议员你所讲诶，讲以前是各3到4个人来捕捉，来叫做一个管制队呢，来底下来吼，按个公所甲里长来配合啦吼。那么第二项，我要甲李议员报告。其实今年吼，阮知影发到迄个代志的时候，阮底下已经有做一个前猫结义的工过，阮所长已经有6000几只伫遐在结义，啊，阮嘛是伫一直咧宣导讲饲养的问题，卖阁饲养啊吼，啊，所以讲咧，阮即卖时候，阮今年咧，阮会甲这个物件分配咧，因为单副市长甲阮支持了，阮含一两个公所在合作咧，啊，效果还不错，还不错。那么这个代志，阮会继续来做吼，好，以上甲李员报告吼，谢谢。你请坐。即马恁意思就是要，甲所有的人吼分配到各区就对啦，是不是安尼？啊，潘姐，我保证说，唔是讲各区哦，阮是一个工商区、基商区、凤山区、各安市区，啊，这的人阮来分配安尼。何必分做工商？因为凤山，啊，加迄个市区，工商、基商。红山甲市区，因为安怎，阮进补钱人员呐，那33个呀，33个呀，吼、哦。啊，阮拢总5区。一个等于进2、3、4、4个区。4区。哎，四个区。四区安33个，一区唔分掉，落去7到5个。7到8个。但是为是要按内面的所拢所嘛爱人啊，安尼啊。好。我4、5个。啊，够救援的啊，阮33个。希望讲安尼改进吼，会当有效果啦，好唔好？差不多工商有4个、5个就对啦。
阮即摆是阮来互阮分配，因为阮暗时阁爱阮救援啦、啊，救援的啊，救援人那个人员也是伫阮农业局的动保处啊。什么当时咱开始？当时咱开始。其实阮画的时候，真已经有在分配了呀。这样子，当时咱开始，我要救咧掠狗啊。阮有得计划啊，阮即摆就是希望讲啊。是啊，你莫讲计划啊，计划一当嘛，你计划两当，你计划到偌久，咱开始啦。甲你王报告吼，阮到六月底以前，六月底以前，互阮的人员分配伫工山、基山、红山。七月七，就咱开始啦吼。哎呀，啊！但是阮个含伊个个民政局按国库公所，因为即卖有两个区含阮配合了袂歹。是啊，重点啦，七月七就咱开始啊。七月七希望开始。哦，好，安尼好，七月七。即马往乌来吼，乌来区个东风路吼，有连接迄个路口一条路啦，路口一条路吼。这条路呢，目前吼是拢有通啊，遮着路口嘛，啊，遮是乌来区内底嘛，啊，遮拢有通啊，拄好讲即站无通啦，即站无通啦，即站是过去个台糖个迄个旧铁道啦，旧铁道就对啦。吼、哦，即站啊，所以呢，乌来区的民众、乌来里的民众、附近的民众吼，拢感觉即站也通吼、哦，因乌来直接就会当去到科学园区安尼吼，真方便啦。啊，对地方的发展呢，嘛真好啦，对地方的发展也真好。啊，变作讲，咱公所、咱乌来公所吼、哦，嘛有提出即个计划啦，嘛有提出计划啊，研究了吼、哦，啊，变作讲。啊，拢研究了啊！啊，伫迄个路线吼，路线协定吼，已经五十三也报市政府协定啊，五十三也报市政府协定啊吼。是毋是协定了后，本来公所的预算啊，公所因研究了的公所的议定就对啦。讲头了105年、106年会当筹措经费甲土地取得啦。啊，106年、107年哦。会当规划设计时间啦，即件这安尼是毋是会当请咱新工处吼？新工处，即马先问即个都发局啦，都发局，即台要当时局长，即台要当时咱变更完成。都发局长，请回答。好，谢谢议长，多谢你。会当照即个时程诶未？我想即个时程有较困难，我先甲先啊，无偌久，较困难。我甲议员报告，因为即马伊区公所伊有咧有做一个评估报告嘛。啊，苹果报告即马就上起户，吼、哦、啊，伊个一寡即个工程的道路开辟必要性加迄个伊的急迫性，爱个去做资料的补充啦。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大概六月就这个礼拜一，我有打电话去问迄个库工所伊即马讲会诊资料，啊，爱个上起户签准了后、哦，才会当去进行都市计划变更。差不多偌久？伊你的经验。我想，因为这爱牵涉到咱两级的都议会嘛，市都议会甲迄个内政部都议会嘛，所以一般的时间真歹扎啦。但是我想上保守拢要10个月以上，10个月以上介少就对啦。啊，那较久嘞，较久啊。久有当时还牵涉到，看因咧内政部因是全台湾的安尼审啦，啊，有可能一档通安尼，啊，但是那一旦确定了，阮嘞差不多大概了一档左右就对啦。那都市计划部，因为这条道路又牵涉到迄个都市计划区内底的一段嘛吼，差800几米啊，然后一部分是伫飞刀的部分啊，需要都市计划变更是伫都市计划这一定要变更靠。啊，你即马在即个案子较赶紧嘞。哦，即阮因为民众吼，甲地方吼，感觉足需要。是哦。哦，一档啦吼，一档左右啦。啊，请问咱那个新港市吼，黄处长嘿。啊！恁照那伊这个计划安尼，照这个都要局讲安尼啦，局长讲安尼哈。啊，恁呢？恁的部分呢？恁的部分要当时的。甲议员报告，因为这个案子目前是公所伊阿哥咧规划啦吼。啊，初步阮所了解的就是讲。不是迄个路线拢报迄个市长大签了吗？这个火车站的。也是迄个飞都的迄个定线的这一个部分啦，吼。啊，因为伊迄个线本身先定线，才有法度去检讨迄个都市计划。嗯。啊，因为这个案当中还未确定，所以我106年度我是并无该列入这个开辟的迄个，因为即卖医生咧检讨啊嘛，吼，无法度通列入。啊，以后呢，这个案啊，准讲伊都有成立，我嘛是得爱通盘咧检讨，因为真济这个道路开辟的这个案件，嘿。变作近106年，明年阁无法度啊，对啦。对，医生的编列106年都是无可能嘿。啊，后年呢？
一百零七年度，阮可能爱通盘了检讨，嘿，等这个定案的这个物件出来。你这条你有了解了？我知，伊即马规划就是一个 T 字型的迄个路线啦吼，南北这个主线的部分，伊是规划路宽八米，啊，差不多1200公尺左右。另外，刚才这十年啊，刚才这十年啊，剩下这种五路啊。伫迄个正义路216巷，也佫通一个迄个细条的支线出来，差不多85米啊，甲迄个正义路216巷甲接通，含这条主线。你即马哦，民众所需求吼，啊，尽量赶啦，啊，甲市民资料我一个，看恁的做法上紧的速度啦，好唔好？好，我甲市民，甲市民资料我一个。好，谢谢。我同民众讲一个。啊，即马这个欧来里吼，欧来区老人活动中心吼，伫正义社区内底啦。啊，即马欧来区迄个活动中心伫林清峰内底，其实迄过去唔是活动中心啦，变作是林清峰内底一个建筑物尔啦。啊，可能要争取经费的关系吼，变作有叫迄个都甲改造老人活动中心啦。啊，其实迄是无人去的啦，拢无人去啦。啊，即马咱正义社区呢，这个所在无投票所，这个所在无投票所啦。啊，变作这个所在啊，甲人口嘛真侪嘛，若要4000人啊。啊，希望讲会当吼。去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就对了，啊，唔免用到咱市府的钱，以后要去吼，伊有跟这个台电讲啊，台电讲好，那阵讲有会当去吼，伊免尽量补助啦。啊，所以咱市府的部分是甲协助吼，甲变更、甲协定这个这块地哦，这多块的嘛，甲变更做会当起厝就对了啦，吼。啊，是唔是请社会局吼，咱的姚局长，这件是唔是会当甲斗家手一下？请局长回答。多谢议长，多谢议员的关心哈。因为今嘛伫欧来家重点是要设一个日照中心，哈，日照的据点，这是阮今嘛的重点啦，哈。因为今嘛除了讲欧来哈，还有茄萣、阿莲、鹿竹，还要搁有田寮，拢是阮现在卫福部要求阮年底进前，家拢爱要找到合适的据点跟执行的团队，爱做日照跟。日托的部分，所以不是说老人活动中心这种的情况而已啦，不过就是说要做日照日托，它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比较高标的一个状况，因为在湖内现在是已经有一个老人活动中心，有13个社区活动中心，还有9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一个居家服务的资源中心，所以在在地的服务，我们社会局其他的部分，我们现在看起来，大区要尽量来提供的是这个部分，我们是感觉说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希望可以先做日照日托，因为这也是要用经费啦，现在日照日托好啦，不管做哪会，佮起一个所在吼，他们投票也方便啦。啊，要做甚物用途拢会使啦。啊，人钱啦嘛，要佮台电申请嘛，免恁出啦。所以恁社会局的立场，就是爱佮伊斗下手，互伊哦会当起安尼啦，好唔好？因为这案九分仔是区公所配合嘛。你都尽量想办法佮伊斗下手，咱也全力啦，全力以赴啦，好唔好？区公所伊有提出来，啊，若是讲伊要做社会福利的部分。我们来做协调，看会当他那协助啊。不过那是要做投票所，其他的那暂时用尔啦，都变作恁在做其他用途啊。啊，都一工啊，要投票，人讲投票安尼啊。即摆你唔通干那死板，干那讲我社会局的，其他都唔是我的业务，唔是安尼啦，市府是一体的啦。啊，就是恁来配合公所，尽量把这个建筑物给起好开，和平将会当要使用方便啦，安尼好唔好？这阮就爱转去区公所看因在地需要，当初是安那提这个案，可能爱阮会转去甲区公所做了解，尽量甲斗协助啦。那是做社会福利的部分，阮即马也是尽量日照日托的部分，阮希望会当伫在地会当。啊，你要做日照日托嘛是会使啊，你得甲建筑要起好开啊，对不对？就是建筑要起好开，要用啊拢会使，啊，斗上一个办法啦。好好，我们回去跟区公所做更加做了解。好啦好啦好啦，你先坐啦，你先坐啦。现在我们家庭，家庭有一个3-1，的公园啦，这过去我顶机会我也有提出啦，可以说呢，过去的高雄县的时代，公所就开辟3/3啦，现在剩3/1啦，剩三分之一，
啊，大家拢了解呢。但市长是上重视讲公园的开辟啦。啊，结果呢，这个公园出三分之一尔，开也免偌济钱。啊，结果兄弟遐啦，啊，民众啦、甲里长啦，不是你反映啦。啊，我也提出啦。啊，是毋是讲这个公园会当请咱市府政府上紧的速度，毋是介济钱，甲倒卡手一下吼？是毋是请咱永康处长吼，答复一下好无？请回答，吴处长诶。多谢主席，多谢。议员哦，这个公园的顶会期议员讲嘛吼，啊，我有去现场去看吼，啊，这个部分伊是土地补偿费要660万，啊，工程费500万，拢总要1160万。啊，因为边仔道路，伊的道路还未开辟啊，道路公园开辟了，你俩道路要开辟，等于无效，所以呢，要道路要开辟，要1130万。就是讲，伊个总经费爱差不多爱2300万。啊，我你看，因为这个公园伊个高低落差实在是足大个啊！啊，即摆咧使用个经营，其实附近个民众已经习惯这个公园个路线，甲伊使用个。啊，阮即摆评估习惯是你讲个啦。啊，那安尼呢？大家反应对不对？你怎反应？你请坐啊！你请坐啦！啊，我着代志，你的意思我唔做啊？是毋是请咱赵局长啊？局长你较少年啦、啊。你甲少年甲缘投啊！你哥啊啊，对永康啊，甲来啊，是毋是请你来看一下啦？甲电影投甲照一下来啦。尹局长回答。他们讲哦，这个公园哦，甲机关报告。那无需要，你做电影来反映呢？公园之后会有电影。还是有评估过啦。其实甲很主席有开边的部分哦，他们讲是我整理一下，所以等于咧用开边的迄落啦。所以讲这个，我想讲。整个开辟的效益，坦白讲是不大。我想讲啊，议员讲有需要，我过来看一下。你差不多当时再看一下，看一下再讲。差不多多久啊？啊，一个月来，一个月来。看议员的时间和我的时间，应该是看议员的时间一个月来没问题啦。好啊，好啊，一个月来来看一下。这个家庭哦，一直是道路啦，这件啊，再讲是。今年的代志啊，啊，会使讲呢，咱家庭就对啦，家庭一个意思是道路吼，是咱家庭区都市计划区啦，家庭都市计划区，甲咱兴达港啊特定区吼唯一啦，南北吼联络的道路啦，啊，结果呢，过去讲啥物是减产哦，是拍盐的哦，啊，都因为公家地嘛，啊。主题户想怎样？所以佮变作湿地啦，佮变作湿地。啊，但是咧，今年咱环保局也通过这个环评啊，啊变作永康厝啦吼，新康厝啊，拢规划做阿边个工课啊。结果讲今年讲伊哦，法院哦佮撤销这个环评啦。结果我感觉足不合理个。但撤销环评，并不是讲袂使，是讲咧程序不符，讲迄个定来啦。啊，定来是毋是讲哦？会当请咱环保局较紧的定做一下，吼、哦，请环保局定一下。啊，因为这条路大家足重视就对啦，大家足重视的，请环保局吼，咱的局长吼，答复一下吼。目前咱个那定做要偌久啦？定做要偌久？即马进行安怎？请回答。谢谢议长哈、啊，谢谢议员啊。这两一个今年正月十九，隔天高等行政法院撤销环评结论哈，啊后手。新工处阁登上，伫今年的4月20日，吼、哦，4月20日已经有这个小组有审查，吼、哦，小组有阁审查过，吼、哦，啊，要求伫今年的6月30日进前，吼、哦，爱甲相关爱保证的这些资料，吼、哦，送来环保局。啊，我了解的结果是伫前两天6月7日，按新工处已经甲这些资料报来啊，啊，一定是会提。7月份的环评大会来做一个审查，甲议员做。七月，啊，你甲这个行程吼、哦，书面发我一个，因为民众吼急别了解，讲开去用个，讲要做啊，开去无做，吼、哦，好唔好？啊，即马这个阳光处的部分呢，恁较早过照做遐安怎？恁该做的部分呢，做了安怎？甲议员报告吼，我咧确定湿地保护令计划即卖当个进行，因为阮就是咧等迄个地方级的湿地的评定作业爱公告。公告了，阮这个保育利用计划书爱上中央，
爱上，我那爱上中央。你什么第几级的那位啊？那个环评，那个我知道。因为第，我的师弟的评定，就讲你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还是迄、那个啊？即摆就是我所了解是，阮干部叫一定商议来进步啊，就是要让伊，让伊核定，爱公告了，阮的保利用计划完成，就再上中央。啊，所以阮即摆一定保利用计划一定初步写好啊，阮这个月会使甲完成，甲审查完成。是不是请你吼、哦，甲这个过程啊，差不多会当完成的迄个时辰哦。书面化一下，好唔好？是，好、哦，请坐。啊，咱施工处的部分吼，无要紧，你甲书面化得，因为即马剩四分钟尔吼，剩四分钟，我甲遮吼，迄、那个民众反映的吼，请甲大家，就是后壁就是变做这个家庭吼，家庭这个三期的吼，的安置计划啦，家庭海岸三期的要做嘛，啊，真侪饲鱼的啦。真侪迄个发鱼仔的啦，拢总吼也无法当生活。啊，咱市府即摆提出讲要甲安置吼，安置即摆进度安怎，当时会当完成吼，请吼迄、那个书面给我吼。啊，个就是即个家庭吼，即、這个有一块地啦，即块大家知影吼，咱要变做公园，啊，家庭的迄个面上讲公园有够啊。吼、哦，公务够啊，是毋是甲请达甲变做只有甲变做即个机关用地，去多功能中心啦、啊，去迄个机关啦、啊，通互因哦，会当机关哦、啊、联合办公哦、啊，安尼因咪比较方便，安尼公务无做遐济啊吼。啊，个就是复兴路啦、啊，复兴路已经有讲要做啊，啊结果呢，上海还佫无声无衰吼，伊进度吼、啊，请吼、啊，市民遐一个市民互我同个民众解释。啊，可能捷运啊，捷运哦，这件哦，咱上侪人咧问的啦。捷运讲要到罗德，啊，王一丁就甲争取到乌来吼，啊，就讲要评估，啊，结果拢啊未有下文吼、哦。这个情形安怎请捷运局吼，一个书面资料。啊，佮内吼，就是这个罗德圣地殿，罗德圣地殿吼，罗德圣地殿也是用七十路尔，内底吼庙啦，啊，民众拢无法当出入，非常不方便啦、啊。非常不方便吼，啊，会使讲，卖我若见老街，也是有经过遐，遐民众在咧反映，啊，我也甲市反映几下遍咧，结果拢一直无下文吼，希望讲下当较紧嘞，下当较紧嘞。啊，另外这条，这条就是路中山街吼，啊，这条就是这条路口交流道，加趟迄个罗德科学园区的，啊，这边嘞就是趟。阿联台足球社第十九线，啊，这条道路会使讲对交通的疏解吼，交通的疏解，啊，地形的发展吼嘛关系真大。希望讲吼，啊，我们要报中央争取，啊，唔知争取了安怎，请哪一个书面资料吼分析吼。啊，这条就是咱。三寮三九吼，这是一条替代道路啦。过去吼，中德桥还袂建高吼，做水灾的时阵拢行这条就对啦。啊，所以里长也好，民众也好，拢总不是极力反映。啊，咱新工处嘛去看过，水利局嘛去看过啊，一直呢拢无一个结果出来啦，吼、哦，拢无一个结果出来。是毋是讲这件吼，那拜托大家，拜托咱市府吼，会当吼，好有一个结果。啊，后边就是晋南公司的问题吼。晋南公司也在讲这个环评的问题吼，黑幕重重啦。因为环评书内底啦，和专家看过吼，讲迄拢做假的啦，拢咧骗人啦，对啦。真济所在拢有疑点啦。啊，所以咧，希望讲咱的环保局、咱的经发局、吼、哦、咱的经发局、啊咱的干部局，即摆要请见招啊。爱严保严格吼，来把关就对啦。你若无严格把关吼，这个进来要起来吼，对地方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啦。这是危害无穷的啦。这良心工课，咱只有未使放讲这个污染的工程吼，在咱的社区内底啦，佮兼伫个特种农业区内底，这会使讲民众吼非常的反对就对啦，非常反对。啊，现在呢，有伫法院吼，伫小过，法院伫小过。但是呢，
律师咧，有甲提出足侪问题，足侪问题就对啦。就讲伊买起咧九十五桶的水，要摆去银客，银客干呐？后来家庭还有清洁家吼，会稳啊咧。啊，佮买起咧有八百五十五桶的水，讲要压灰啦，迄咸水变成压灰咧。迄若压灰落哦，稳哦，土地盐化啦，影响地下水，影响层面足宽了，对啦，吼。所以呢，啊个，好，谢谢李议员的质询，相关的书面回复，请各位局处首长在。议员在两个礼拜内给您好吗？好，相关的书面回复请在两个礼拜内回复给李长生议员，谢谢。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下午是分组审查，好，跟大家报告一下，谢谢，散会。